来看到这个台铁发生重大的工程意外，这是台铁台东海段火车头外口的工程，讲有这三名这公务班的人员，今仔会在当地啊，这做修理的时候，准啊，好一台这电力维修车弄掉，造成两名个人不幸过往去，啊，有一个受到重伤。台铁表示，有南回已经去台东进行调查。这件意外发生在早起大约八点半，调查的就是这台代替电力维修车。当时代替地上公务倒班的工程人员进行倒查调换工程，有三名工人压力时间，结果不明原因，让电力维修车弄到。当时海端卫生所紧急出动两名医生，甲九名护理人员赶往抢救。那现在看到就是有一位状况不好了，那其实这是没有呼吸心跳，另外两位还有一点点意识，但是状况非常的严重。三名工人受伤严重，台东县消防局紧急将因送往就近的关山助济分院急救，有两名细路甲细伴工人急救无效不幸死亡，另外四号工人重伤转送马街台东分院，家属伫病院外口非常着急，已经急救半个小时了都没有醒过来。有两名男性是到院前死亡，也就是 O 卡这样子。那有一名患者在急救后还是宣告不治，那还有一位病人目前还正在急救当中。那另外有一名伤者，目前是有一些颜面骨折，然后经我们处置之后，现在有转到台东马偕医院做治疗。意外发生了后，铁路警察在现场进行搜证，华东三列车暂时停驶，在十一点十分左右才恢复通车。台铁局表示，整个意外发生原因，文安会甲劳动部南区路检所已经赶往台东进行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